你有跟他合唱过？对，我跟他合唱。你跟 Damien Rice 合唱，而且他还抱我。我还有喜欢一个爱尔兰歌手，叫 Damien Rice。哦，对对对，但是我没事，对，因为他也算是我偶像。对，然后我很喜欢他。我因为有一次他来台北开演唱会，好像是国际会议厅，然后他就说有人会唱他的 Volcano 吗？就是一首合唱，然后我就直接冲上去，所以我那一天就好像最疯狂就是这样子。你有跟他合唱过？对，我跟他合唱。你跟 Damien Rice 合唱，而且他还抱我。哦 ，Oops！ 而且他还帮我调麦克风，因为本来麦克风。哦，他好可爱哦！帮我调到这，然后用英文说我很小只。哦，哇！我那时候是边哭边唱。你还能，你真的还可以唱了，也是蛮不简单。因为首歌比较滴滴的滴滴，就很一个灵魂的感觉。然后我就边哭边唱，一直哭一直哭。好幸运哦！现在想起来是有点哽咽，好感动。你什么时候可以跟陈奕迅合唱？然后抱抱我。